老大爷太偏心了吧，每次进入生产室都只叫大呆，我们就只有端茶递水的份儿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不会被抛弃吧？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忙了一天也累了，大呆，我们出去休息一下吧。糟了，他们要出来了。这个应该是山灰背上的涡轮器了。只要我们把山灰组出。乐乐，这都是你画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从进入山海世界的第一天就开始画了，这样等我们出去之后就能拿给其他人看了。不错嘛，乐乐，画工大有进步啊。呵呵，从前你还走的是抽象派呀，现在都快成印象派了。这最后一张纸是不是应该画点特别的东西啊？不如我们叫乐乐给我们画一张全家福吧。全家福？那是什么？我们所有人在一起就是全家福了。这个主意好，既然是全家福，那我们就要把一个够帅够酷的造型来画才行。乐乐好了吗？不错。左边一点，再靠右边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很好。再过一点，小心，再过去一点啦。快画完了吧，都过了半小时了，累死了。嘿嘿，我突然有个严重的问题，我还没开始画呢。啊，这种事你干嘛不早说啊？小心，你别乱动啊。我哪有？稳住，稳住，大家稳住啊！大家没事吧？要不你们换个造型？既然要耍帅，果然还是少不了咱们的摩托车呀！而且不用那么辛苦的站着，真是太舒服了。别乱动哦！知道了，你赶紧画。接下来只要接通电源，看看是不是能正常运转了。让我来，我科学呀，怎么没反应？好了，咱们继续攻。怎么回事啊？快点把这个东西给我关掉。哎，老大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只想帮你的忙了。对对对，混蛋，乱搞事情，幸亏把山灰安装好了，回来再找你们算账。现在我要去收拾司徒乐了。哈哈，完成了。乐乐，你画得真好。还不错，不过是不是还少点什么？对了，乐乐，你自己还没画上去呢。哦，对哦。佳怡，要不你来画我吧。啊，我我不会。哎，没事，你就尽你所能的画吧。那好吧。你怎么样？
这个姿势帅不帅？你们这些平衡感太差了，看我的！山辉，长着人脸的凶犬，见人就笑，能招大风。司徒乐，有没有想我？这次我是来打败你们的。啊，又是天王，乐乐。你这个天王又来捣乱，妨碍嘉义给我画画，可恶！神兽行星，机甲召唤。可没那么容易给你抓住。今天的星星好多呀。晕了吧。乐乐快起来，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哦，已经结束了。任务完成，回家吃饭去喽。哈哈，钻头可是非常喜欢石堆哦，这才能显示威力。现在到我们了。山辉似乎是靠奔跑来启动背后的涡轮，并制造出大风的。他的速度越快，风也就越大。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停下来才行。停下来，停下，停下。好，有了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啊，可恶！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这一下，看你还跑不跑得动？看招吧！真巨星重炮！巨星蕴含星星的地质力量，拥有超强的力量。画好了，嘿，这才是完整的全家福啊！画得真好。乐乐，这幅画可以给我吗？
当然了。给，谢谢。嘿嘿，我们当同伴这么久了，不用这么客气啦。嘿嘿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乐乐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依我看啊，乐乐这只恐高，不敢走上桥。谁恐高了？那你过来啊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来。哎呦，我的脚崴了，走不了了。哎呦，演戏你也不专业一点，你脚崴，捂肚子干嘛？哎呦，我的肚子呀！你不是脚痛吗？乐乐听上去好痛苦的样子。哎，看来今天要是不帮乐乐克服恐高的毛病，我们是过不了桥的。哼，什么破桥，我才不害怕你呢。这点高度根本不算什么了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加大难度了。救命啊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为什么乐乐这么怕高呢？即便是英雄也有害怕的东西，更何况是乐乐，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。原来大家都有害怕的东西啊。那当然，像小新就特别怕蜘蛛。谁说的？我小新明明天不怕地不怕。哦，是吗？那小新你看看肩膀上的是什么。切，又想拿投影骗我，我才不像乐乐那样上当呢。妈呀，真的是蜘蛛啊。怎么样，我把山灰升级过后就可以不用移动，原地都能制造龙卷风了，厉害吧？老大，原来刚刚的风是你搞的呀。可把我们害惨了。是你们几个笨手笨脚，还赖在我头上了。快起来，随我找四通乐他们算账去。老大，我们就不能休息会儿吗？刚才一直在帮你做家务。听你们这口气，还想再帮我测试一回怪兽是不是？我们这就起来。乐乐，你这样是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我腿上绑着木板，那等我走上桥的时候，就算再害怕，脚也不会软了，因为有木板撑着呢。那我上了。挽救不了，没办法起来了。经过了训练，虽然效果不怎么样，但至少磨练了意志。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走出第一步，乐乐。看我的吧。乐乐，你做到了。我又动不了了。看来乐乐恐高这个毛病是怎么也克服不了了。那我们只能绕远路了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座吊桥。乐乐，你确定？那我们在前面替你开路。下面是平地，下面是平地，下面是平地，下
们是平地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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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平地。乐乐，加油！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。深呼吸，不要紧张。掉下去你就死定了。乌鸦嘴。乐乐，当心！你们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。伤辉，力量提升，高压能量炮发出冲击波，使敌人晕眩。天王，怎么又是你？哼，上次你把我们老大打得这么惨，我们这次是来寻仇的。小丫头，从地牢里逃出来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的同伴，这次我一定要把你打得比上次还惨！加一，啊，嗯，山海神兽，如何？召唤！神兽召唤器！啊！惨还不一定呢，看我的空气炮。开炮谁不会，这是送还给你的。天真切换龙卷模式。是什么？这东西还能防御？吓到了吧，还有更来劲儿的呢。再让你尝尝我的空气刀！啊！不好了，乐乐，合体机甲的外壳受损严重，我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攻击了。没想到天王这次居然开窍了，把怪兽升级得这么厉害。打不过就快投降，我天王对待俘虏一向是很仁慈的。想要我投降，你得问问我的大剑答不答应。岩狮兽神大剑呀！山辉的风力太强了，我们根本进不了他的身。嗯，都是他背上的那个涡轮机搞的鬼，要是我们能把它破坏掉就好了。对了，龙卷风都有一个风眼，风眼里是没有风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对准风眼开炮就可以了。值得一试。那好，发射。司徒乐，也只有你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都对准了呀。一定是炮弹太大，风眼太小了，我们需要一个细一点的东西。有了，战斗青来帮扶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。什么？出了什么事了？老大，涡轮机发生故障了。完了，我们又要输了。他贪问了，好机会。星人爆裂战斧。
绝不认输。神兽武斗王融合五只神兽力量，正义的究极机甲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乐乐，你之前为了救我们居然一个人从桥上冲过来了。我们都好感动啊。没什么大不了的啦。这么说乐乐是不是再也不怕高了？那当然。